这个猪头切一半给我，谢谢。靠，猪头不卖，猪皮要不要？走过路过看一看啦，谢谢现在的原创对联，错过后悔一年。哎呦，这位兄台，你真是好运气，我正准备收他最后一副对联，就算你们便宜点，怎样？要买吗？嗯，来一副。先给钱，后写字。好嘞。有了，转法即是。嘿，张草横林，嘿，好、哦，厉害厉害！我没油闻花，我识达春绿。哇，感觉师傅很文艺的对联呢。那么，在下先告辞了，两位有缘再见。哦，拜你。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这确实是幅好对联，你俩再好好读读吧。我没有文化，我识达春绿。奸商，你给我站住啊！哎呦，元芳，去旁屋拿点好酒来。今年年饭我们吃丰盛一些。好。谁在屋里？好酒，来干来干！没想到长安名侦探家里竟然有这么多好酒，真是深藏不露。不过我们没和狄大人打招呼就直接喝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元芳，怎么回事？隔壁这么吵。嗯，不愧是酒仙，真乃海量。李白，谁允许你这货擅自溜进我家的？这是私闯民宅。哎呦，是小迪迪啊，来得正好，过来一起喝一杯啊。别说的就像你自己家一样，还随便拿我的酒招待别人呗。还有你的奸商竟然还敢在我面前出现。咦，原来这是你家呀，我也是受邀来的，别那么小气嘛，再等我付你钱了。你们大过年的，这位小哥别这么扫兴嘛。哎，就是就是，还是一起来喝酒吧。别了。我赢了，哇哦，狗屎运。哼，随你怎么说，不过输的人要接受赢的人惩罚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耍赖哟。哼，罢了，我司马懿乃光明磊落之人，要罚便罚，怕你不成？放心，不会为难你的，你只需要穿上这件新年套装拜个年即可。什么鬼？难道是新皮肤？不对，诸葛老贼送的东西不可能有那种好事。谁要穿这种东西啊，混蛋！那、如此良辰，不如我来做副对联，为大家助助兴。嗯，极好极好。上官婉儿，借你笔用。哎，那、王者荣耀，祝大家猪年行大运，早日上王者。哦，其实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没想到你还真穿上女装拜年了，压死了雷。去年狄大人送了个二级铭文，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好一点。哇，这个是